英文文法一 English Grammar 1主讲人邱博士。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邱博士。英文文法一一共包括20个单元，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第12个单元，就在讲 permission, can, could, may, 跟 do you mind if。 好， permission 就是允许啊，要求对方的允许。这里介绍几个啊，这个 can, could, may 跟 do you mind if 啊，来接问句的这个词啊，就是助动词啊。can, could, may 可以叫可以， do you mind if 就假如什么你介意吗啊。好，我们的这个教学目标就是学生将可以啊了解如何使用can, could, may 跟 do you mind if 的这个啊，在问句里头。首先我们看 can, could 跟 may 啊，这三个词，这三个字哈。好，首先看到就是问句嘛哈，就是 can, could, may 啊，你就加主词加动词，那 the can, could, may。这个助动词的、啊、就全部都放在前面。Can I stay here? 我可以待在这里吗？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Could he come with us? 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吗？ May she bring her pet to the class? 他可以把他的宠物带到课堂上来吗？啊，就是问句，所以又稍微提高一下。那这三个都可以啊，就是这个配有主词啊，不是说这个是肯。跟他在一起，这是跟他在一起哈，不是，就是说 can, could, may 都是这三句里头都可以交换使用，没有问题啊。好，这是复数的哈。Can we feed, can feed the monkeys along the way? 啊，就是说一路上我们可以喂那个猴子吗？比如说高雄这个柴山哈，啊那边有这个一路上这些登山者一路上都有这个这个猴子。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路上 along the way 沿路了哈、啊，我们可以沿路来喂这些猴子吗？啊，好 ，could may 啊，就是也是一样啊。They have a party this coming Saturday. 就 could they have a party this coming Saturday? 他们可以啊，即将来临的这个星期六开个 party 吗？或是 may they have a party this coming Saturday? 也是可以哦，他们。在这个星期六可以开个 party 吗、哦、那这边就说、哦、我们可能要说要稍微提一下，就是你在使用 can, could, may 它的这个礼貌程度是有差别、哦、can 就是最随和的， could 就次之、哦、may 是最礼貌的、哦、所以说 can, could, may、哦、最随和的啊，就平常的啊，最有礼貌的说用 may 啊，整个大家再注意一下啊。好啊，那我们回答的时候，我们就是 yes 加主词加 can 或 may 啊 ，yes you may，yes you may， 或是 yes you can，yes you may，yes she can，yes you may，yes they may 或 can 啊，这个 can 跟 may 都可以放在这里，那代表就是说。你啊，他你们他们都可以回答的时候都可以用 can may 哦。好，注意一下哦啊、哦，就是说 use can or may in answer， 当 use could， 就是说你在回答的时候，你可以用 can may 来回答，但就是不可以用 could 哦啊 ，could 就代表没有礼貌了，就人家问你啊，比如上面这句哈。人家问你
Could they have a party come Saturday? 那你回答的时候，你就不可以用 could 哦，你就用 may， 用 may 或是can 啊，用 may 或 can 来回答。啊，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这里的哈。好，这是否定的短回答，也是回答到这个助动词 can 就可以了。No, you can't. No, he may not. No, she may not. No, they may not. 啊，这个 C A N 跟 A O T 可以说起来，但 may not 这两个字不可以说起来哦。啊，这两个字没有说起来哦，所以这样都是。这是 you, he, she, they 都可以配合这两个啊，就但注意就 may not 不可以说起来。好，再来我们来看叙述句使用 can 跟 may 的啊。好，主词加 can 或 may 加动词。You can stay here， 你可以待在这里。He may come with us， 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She can bring her pet to the class。或者说 ，she may bring her pet to the class， 她可以带她的宠物到课堂上来。They can have a party this coming Saturday， 或者说 ，they may have a party this coming Saturday 啊，所以 can may 都可以交换使用啊，就是说，礼貌的程度差别而已哈、啊。好，这是否定的，那你就在 can may 跟动词之间换个 not 就可以了啊。You cannot stay here， 你不能待在这里。He may not come with us， 啊、哦，都一样的啊、哦，就是加 not 在啊助动词跟主要动词之间啊、哦。She cannot bring her pet to the class， they may not have a party this coming Saturday， 啊、哦，都是一样啊、哦。再我们看 ，Do you mind if？ 就说假如怎么样，你介意吗？好，那 Do you mind if 啊？后面加主词接动词啊。Do you mind if I smoke in the room？ 假如我在房间里头抽烟，你介意吗？啊，但后面换问句，换成问号啊。Do you mind if he comes with us？ 假如他跟我们一起来，你介意吗？或者说 Do you mind if she bring her pet to the class？ 假如他带他的宠物到课堂上来，你介意吗？好，啊，这是中性的哈。Do you mind if you stay here？ 假如他待在这里，你介意吗？可能也是指一条狗、一只猫啊。好 ，Do you mind if they have a party this Saturday？ 假如他们这个星期六开个 party， 你介意吗？好，这短回答，肯定的短回答，就是说你不介意，你同意他们去做。No, at all, not at all, 一点也不。啊，或者说 No, I don't, 不，我不介意。或者 Go right ahead, go right ahead, 就是说你们就去做吧，没有问题啊，放手去做吧啊。所以这边不要看到 not 就是否定，而不是哈、啊。Not at all, 基本上它意思就是一点也不啊，当然就是说你同意了嘛，对不对 ？No, I don't。我不介意啊 ，Go right ahead 啊。啊，那否定的回答就是说，你不同意人家的做法啊，不你这个这个人家要求啊，那对方说不同意啊。Yes, I do。是的，我很介意啊。变成否定回答就是，你要对方允许做事情，那、啊、对方不允许你，那、啊、对方回答就是 Yes, I do。对我很介意，你不可以这样做啊。好，那么我们就结束第12个单元，谢谢您的观赏。